口数二十公尺，超过两百种以上的蝴蝶栖息。今天穿了拖鞋，里面很多多肉植物呢。来杯倒灰，它的旁边空空的，冰块放下去就可以泡了。八成以上的客人都是外国人，他们已经开始烤肉了。哇哇哇！嗯，帅，直接在那里玩起来了。坐在帐篷下面烤肉，冲背也要。那好吃，哇，好冰哦，水很急耶。这一家是我普里的同事推荐的，它是标榜果汁的，这次喝鲜南瓜，那个南瓜很绵密，跟那个奶超搭，感觉是三宝锅应该蛮好喝的。这个是百龙清爽型的解渴，午餐吃这个一定爱吃。叉本刺葱张当归长这样，哦，应该是切来感觉滴滴滴滴吗？很好，不知道你面皮也是厚厚的，也厚气又大爽。这火山香就有油，那对它很重要。大家好，我是阿蛮，欢迎来到 Main Life。 今天呢带过去南投梦谷瀑布一日游，顺便看一下埔里市区有什么好吃的吧。不要不说，出发 Go。 抽50万购车金，越早时程机会越多。您现在是梦谷瀑布入口处20公尺。梦谷瀑布是仁爱乡南丰村的南山溪溪谷，那它被视为是赏蝶圣地，有超过200种以上的蝴蝶栖息，为中部赏蝶最佳地点。每年5月到7月是赏蝶的好季节，想象蝴蝶群聚在溪边溪水的美丽画面，是不可错过视觉经验之旅。除了欣赏美丽的蝴蝶景观之外，还可以看到壮观的梦谷瀑布。那目前这里是休闲农业区，在这个休闲农场里的各项活动，欣赏溪流、瀑布与蝴蝶所构成的美丽景观，是难得的愉悦时光。我们已经到了，我们已经把车停在它的停车场里面了。这里好像是私人管理的土地，走下去就是瀑布，然后可以玩水。所以今天穿了拖鞋，这也是它的停车场。还150元，对，对，几个人？两个。我们收150块的清洁费哦。好，里面很多多肉植物呢。你是超多肉的植物哎，我也把多肉去吧。这个瀑布呢，它是属于私人管理的，所以需要150块的门票，所以我觉得合理啊，就是有人管理，所以可能环境会比较好吧。这是拍照的吗？来杯倒灰，小小的倒灰。梦谷瀑布秘境花海，它怎么旁边空空的？叫黑，现泡茶饮。汽水用具，我在干嘛？烤肉。对啊。哦，有人在烤肉。要烤肉区啊。B 区是景观台泡脚区。这样。哎，屋内不开放哦。哎，屋。有呢，风景台啊，对啊，他是把单独的泡脚区，今天也在泡呢，冰块放下去就可以泡了。然后我发现这边80%以上的客人都是外国人居多，好像只有这一区是台湾人，这一区，这里有小型的那个什么挖工哦，大碗工是吧？他们已经开始烤肉了，中秋节烤肉，我还看见满了之后，感觉快满了哦。若为缅甸佬一挂防晒的物件会较好。
满满满，台湾钓呢，钓鱼啊，不叫，哦。烤肉区呢，就叫烤肉的路。哎呀，哎呀，哦，帅！这也太多剩。哇，直接在那里玩起来了，看起来是爽，很清凉。这里有蝴蝶呢，很多蝴蝶。下来，嗯，帅。刚才那边就有很多的啤酒，没有？他们放了冰块跟啤酒，把它当成一个即时的冰箱。这里有很多帐篷，然后可以像这样坐在帐篷下面烤肉干嘛的。哦，这里有泡脚池，冲背也要，这今天也让冲背。这个你坐在那边冲背的。这个没修衬。下面就是比较平缓的溪。这里有鸭还是鹅？是鸭子还是鹅？我嘛不知道，这是什么东西？那好水。哇，这风景好棒哦！舒爽，哦，哦，现在宽几个哦？你看到好像可以。无，最近的水较侪。久了就不冰了啊，现在就不冰了啊，就还好了。干嘛呀？这水很急耶。好了，各位，那我们蒙古瀑布差不多了。这个地方呢，比较适合一群人，像是朋友啊、学生这样一群人来，然后一起来烤肉玩水，度过一个非常悠闲的一天。我们等一下带你们去普里市区吃个午餐。OK， Go Go。我们现在来到了普里市区来喝盐素，这一家是我普里的同事推荐的，他说很好喝，叫我一定要来喝，推荐给你们。
要点招牌的哦，招牌这个超好喝，它是标榜果汁的美味的坚持就是天然，可以试喝耶。你喜欢对不对？这是百香，百龙坚果。你不淋红萝卜？不啊。淡淡的葡萄味。淡淡的奶味，是葡萄奶吗？有点酸。淋这个鲜南瓜。你喜欢吗？你认几个确定版啊？哎呀，因为我们不知道，不知道。310，感觉这三宝果饮应该蛮好喝的，番茄、凤梨、百香果。要稍后。普里是百香果，是这三宝今天没有了。中盘店开幕了，服务店也开幕了。这个是树葡萄奶。给果肉，嗯，多一点那个树葡萄的果肉，嗯，这个是百龙，哇，清爽型的，解渴，哇，太多了吧，瓦罐，没有停车位，我们现在要来吃午餐了，排队喽。我们午餐吃这个本味瓦罐味汤，有人讲一定爱食迄炒饭，还有凉拌过猫鸡汤起顶来，安尼。我们吃一个香菇味鸡汤，再一个三当归味鸡汤，再一个猪肉炒饭，然后有人说一定要吃刺葱煎蛋跟和风过猫。刺葱三当归长这样。我有说呀，不想在这里。香吗？嗯，烤香菇，菇呢？香菇呢？好合理吗？很好吃，赞的。嗯，清甜呢。哦，里面还有一只鸡腿。这鸡腿控干糯糯糯，超嫩。这是凉拌桂鸟，和风，这个是凉拌的。不假，很清爽。这是刺葱蛋。吃看的，吃看的，没吃过的。下次注意啊！哦，整个都起来感觉，哦，吃不出来。刺葱啊，刺葱是这个。吃不出啊，很好。嗯，那个猪肉炒饭。
粒粒分明吗？哦，粒粒分明哦。现在比杰出来都是。差很多家，也后期有差团，对啊，腰牌啊，好厉害！这鸡肉真的是超级嫩，那个骨头上面要是有牛肉，都是被它吞走。确实，骨头上面都没有看到鸡肉。哦，感觉感觉这个是很补味。只是它汤里面的一些食材，真材实料的。吃完外面还一堆了。好了，我们吃完午餐了。我觉得这个味汤超好喝，汤头超赞，然后炒饭啊、过猫还有蛋也都还不错，推，准备回家了。今天梦谷瀑布一日游行程差不多到这里结束了。如果喜欢的朋友，记得那个喜欢；还没订阅的朋友，记得帮我订阅哦。那我们下个节目见，拜拜。